从我的频道开始步入正轨以来呢，陆续收到不少朋友的私信，特别是学生朋友一直询问我到底该买什么样的手表比较好看一点。其实这个问题我收到特别多，但是实际上最终的答案我想来想去呢还是只有一个，就是 G-Shock。 那么相信你们看到今天标题应该也知道了，我最近收到来自卡西欧 G-Shock 的一款特别版的手表，它长这个样子。那么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冰电之刃，简称冰刃就好了。它是除了这一款，我手上这款 GA110 之外呢，还有另外的几款5600和6900，这个款式也有两个颜色的，一个是那种浅色的，还有另外一个深色。我个人呢可能会比较偏向日常搭配会选深色的那一款，但是不妨碍浅色这款也很好看。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上手的效果。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带呢全都是半透明的一个胶质，不像之前的一些表款是全透明的那种亮面，或者说是完全不透明的那种感觉。它这个是带磨砂质感的一种半透明的材质，我是蛮喜欢这种材质，因为它可以透出里面表壳的这一个颜色，但同时不会让里面的颜色显得太过于鲜艳。如果你单纯只看里面这个表壳的黄色呢，它其实非常非常艳的那种荧光黄，就很鲜艳很亮眼。但是这种颜色呢也是造成了它一个搭配困难的感觉，或者说看起来太有玩具感。那么有了这种半透明磨砂的这种表带跟外壳包住它里面的颜色呢，我觉得它整个的这种玩具感收敛很多，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和谐的时尚的感觉，同时不会太过于张扬太过于跳，可能会抢了你身上其他单品的一个风头。用这款表给我第一感觉呢，就它很赛博朋克，因为它这个黄色也有点赛博朋克2077的那个主题色的感觉啊，包括里面的整个表盘的设计呢也是非常有立体感，非常有层次感，里面的整个的一些细节都非常到位。 GA110 这一款呢，可能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是双显的，就是数字与指针都有，习惯于看数字或者习惯于看指针表盘的朋友呢，其实都可以日常使用这款表，是完全没有任何习惯上的问题，非常容易上手。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种双显的表有一点希望它能做到的修改，就是说它的屏幕亮光的方式不再是这种点一个小灯的侧面或者在底部，而是整个屏幕的屏显就是做到一个夜光的效果，像我自己的那一块6900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也是 G-Shock 特别多年的一个用户，从我大学直到我毕业，我有一块 G-Shock 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块6900，我戴了它也是快有五六七年了，真的非常非常的久了。这款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 G-Shock 的第一代有蓝牙的表款，当然现在的 G-Shock 手机 APP 呢已经支持不了这么旧的款式了，所以它这个蓝牙功能现在对我来说是已经是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但在当时呢它确实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尝试一个功能。其实我这款表最早呢它是纯白的，实在是因为我戴了太多年的关系，表带表壳都已经旧掉变形，然后它保护性我觉得它有点下降，因为背后的密封已经不严，所以我自己又买了一个黑色的壳给它换上去，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块表的，从我戴上它第一天起，直到4年还是5年过后我才换第一块电池，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耐用，也完全没有坏过，所以说这也是我推荐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G-Shock 这种表型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并且只要你款式选得得当，符合你这个人气场，基本上可以说戴很多年都不需要再去换一个新的款式。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只有一块 G-Shock， 我没有一直去买新的款式，因为就根本戴不坏啊，而且戴不厌。那直到我之前有Roy Wire 和 G-Shock 的联名款，是他们找到我了一个合作，这款也是 GA 系列的一个表盘了，双显，跟我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个冰刃系列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兄弟款。那并且我觉得 G-Shock 这款表是非常非常的好搭配衣服，不同风格的服装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配饰，然后价格呢也适中，不会说买一块觉得很肉疼，
也适合情侣或者是朋友之间互相作为一个礼物来赠送。那么其实我个人戴学校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它的很多功能我确实真的在日常生活是用不上的，目前它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功能过剩的状态啊，当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日常最多用到的功能其实就是除了基础的读时间、日历、星期这些信息之外呢，就是一个计时码表的功能，然后可以说没了。对，就这样。什么防水200米啊，海拔器啊，乱七八糟那些落地时间，我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年用不上一两次。防水200米，别说200米了，有谁真的会带着举手去潜个20米深呢？真的很少吧。我顶多试过在标准的泳池两米深的水带着这块表游一个来回不到。总的来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居校这个表型的，不管我什么年纪，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的这么一只非常基础但是非常有存在感的这种功能性的表款。那么说回我收到的这一块冰刃系列的表款呢，我个人觉得它的搭配除了我们直接一眼看上去就能联想到的赛博朋克的这种机能风格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试试 City Boy 的感觉。大家可能也清楚 City Boy 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荧光色作为点睛之笔的点缀呢，是非常好看的。那我简单在这里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我对于这种表款的一个搭配的想法和思路吧，希望对你们的搭配和选购有一定的帮助。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机能风格的搭配啦，觉得它的荧光色作为一个这种风格的小配饰是非常好的一个点缀。那么虽然说2077目前跳票了，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售，等得我十分着急啊，但是不妨碍说先入手一块相同配色的曲秀来作为一个缓解燃眉之急的解决方案，我是非常喜欢这块表。他们这整个系列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展示盒，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蛮特别的。整个盒子呢是这种三面体造型的亚克力，盒身上面就是一些非常具有机能未来感赛博朋克的这种电子化电路板的一些条纹，然后还有 G-Shock 的表的一个表壳造型和他们的 logo。我觉得这个盒子非常非常好看，包括这个亚克力的透明度其实也很高，加上它的底座呢是自带发光的，就是如果你没有戴的时候呢，你把它这样子收纳着，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示品，整个效果非常的漂亮。当然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的表放好了之后就不要老是用手去摸了，亚克力其实擦起来是麻烦的，并且它如果刮花了是真的很不好弄。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个支架的，把表扣挂上面的钩子，下面的表带穿过这个环其实就可以固定住了。我觉得这个展示方式还是蛮特别的，并且确实很适合 G-Shock 这个款型的展示，特别好看。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可以搜索这个冰刃的名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款式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商场有卖了，应该是也有活动的价格。那么大概就是一句非常简单的也快速的小介绍了，希望对还在犹豫的各位有一定的帮助吧。我个人觉得第一块表选居校是永远不会错的一个选择了。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希望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下订阅了。我是 Vlog， 我们下次再见吧。